现在快24点了，要下班了。现在外面这么多病毒，为了员工的健康着想，得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奉献。先开个临时会议，牵制住大家的脚步，加深大家的羁绊。一看就感冒了，更不能放出去了。再把员工完成的任务一不小心冲进马桶里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免得说我无故加班。最后再扔点项目给他们，帮他们把门关好，消音降噪，才能事半功倍。小调皮练上 rap 了。当然啦，把员工留下来就是为了变现的，就让他义务帮我带个货，提前完成公司明年。兄弟们，还不抓紧试试吧？小机灵鬼，不错呀、但是卡词了，就罚你去前台迎宾吧。做老板嘛，就是要精明一点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，幸运才会眷顾你。你帽子掉了。赵总，我烧了，能请假吗？我也着了，这些你就带回家去做吧。